激动。然后刚刚在看秀的时候，我一直在不停地去拍照，因为我有很多套外套，包括他的包，我都非常的喜欢，而且我觉得是一次全新的尝试。次的秀场呢，大家可以看见非常的特别，是在米兰的电车站。我听说这个电车站呢还是现役的，仍然可以使用的。今天的穿搭呢是比较走一个比较儒雅然后跟低调的这样的一个风格。这个外套它上面的这个领子的一个设计，其实你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其实是一个皮革的一个材料，这个领子呢可以立起来，然后把它穿戴另外一个穿戴方式。然后包括这个鞋也是我喜欢的乐福鞋，还有这个腰带了，也是非常独特的设计，是它有一个麻质的一个材料，然后跟皮革相结合啊，好难。我觉得很多，我觉得是皮革吧，我觉得所有皮革的一切，包括皮革的外套，他的鞋、裤子、手机、护照，还有什么房卡，帮助自己更好的进入角色吧。这一次更加的放松，然后更加的亲切吧，有一种回家的感觉。特别是刚刚弟弟魏老爷爷，然后就跟我说欢迎你回来，然后觉得哇，那一刻很温暖。然后当然还有 TODS 少不了的意识的生活方式，顺顺利利吧，健健康康。